大家好，我是点点。相信不少香港人都喜欢喝咖啡的，无论是小至快餐店或者大至连锁餐厅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踪影。今天就要来到一间在香港创办了十年的咖啡品牌 Lasana， 去访问一下他们的创办人，究竟怎样可以由一间开到20间。Hello， 大家好，我叫 Kit， 是 Lasana Coffee 的品牌创办人。Hello， Kit 你好。Hello， 你好，点点。好开心可以跟你做这个访问啊！咁咧，今日就要请教一下你，究竟点样可以用了十年的时间去开20间分店？系咁，其实事源咧就喺10年前啦。咁我其实就帮一间咖啡店去做业务拓展嘅。咁我就同我拍档啦，咁其实佢就系识炒豆嘅，系咖啡师比赛冠军嚟嘅，当年嘅。咁我哋两个就想去创业，咁佢就负责咧就去研发咖啡豆啦，而我就好想去整一啲好食嘅 pastry 啊、面包啊、蛋糕，去做一间又有一杯好嘅咖啡，亦都有好嘅食物嘅咖啡店去俾香港嘅客人。其實我哋都唔係一帆風順嘅，其實我去咗法國度學做包餅啦。咁我做啲包餅就全部好法式嘅。但係發現我原來喺個香港嘅市場度，可能我哋都要做翻一啲調節啊，咁先至可以迎合翻香港嘅客人嘅需要啊咁樣。咁我哋中間都有好多起起跌跌啊。我哋又開過唔同模式嘅咖啡店，有雪糕嘅咖啡店啦，亦都開過一啲做甜品為主嘅咖啡店啦。咁我哋亦都有啲咖啡店係 close down 咗之後，我哋又再去主力去發展而家 Lasana Coffee 呢個品牌。我哋開頭嗰陣時咧，同我拍檔咧，咁其實我哋大家就定咗個方向，我哋希望個咖啡豆咧可以帶出去本身佢嗰個口味多啲，因為其實十幾年前我哋香港咖啡文化主要都是比一啲意式咖啡為主，咁其實喺嗰陣時就有少數嘅咖啡店啦，係會去用一啲 specialty coffee 啦，澳洲式少少嘅，炒得淺少少啊，希望令到個咖啡豆個味出到嚟啊，咁我哋就取向咗去咗用呢個方向去研發我哋只咖啡豆咯，所以你就算飲我哋杯咖啡，其實你唔加奶，你都唔會覺得佢苦嘅。嗱，咁其實咧。我咧就真係唔識飲咖啡嘅，咁我最多咧就飲到啊，可能有啲酸啲啦，有啲咧就澀啲啦。咁喺你嘅心目中，你覺得香港人又識唔識飲咖啡嘅咧？應該咁樣講，其實喺過往嘅10年啦，我做咗咁耐咖啡呢一行啦，我發現香港嘅咖啡文化咧係越嚟越好嘅，即係可能一個好簡單嘅例子。10年前我哋做咖啡嘅，咁我哋要去控制一杯奶，因為我哋要打熱啲奶、打滑啲奶先至去沖咖啡。咁但係而家開始，基本上大部分嘅客人都知道，哦，如果杯奶係特別熱嘅話咧，那個酥味就會走咗出嚟，影響咗本身咖啡嘅味道。哦，係啊，同埋越嚟越多人識得飲精品咖啡啊、單品豆啊，知道要飲翻佢嗰只風味咁樣咯。所以我覺得而家個咖啡文化越嚟越豐盛嘅。咁其實有冇話喺你哋嘅品牌入面，你哋覺得特別想突出，跟住帶俾香港人㗎？咁其實我哋都推出咗好多唔同嘅產品啦，除咗你飲而家呢杯咖啡啦，我哋唔同嘅時節，我哋會有一啲唔同 flavor 嘅特飲出咗嚟啦。我哋亦都有一支叫做有氣嘅冷萃咖啡，就係 sparkling cold brew 咁樣。咁我哋特別去加入一啲好屬於香港人嘅元素入去，例如我哋之前喺新年嗰陣時做咗支有金骨味啦，再之前就做過桂圓味嘅咖啡啦。咁其實一啲都係好能夠帶出係香港元素嘅喺個咖啡裏邊咯。今年咧，我哋就研發咗個馬薯月餅啦。咁我哋有4隻口味嘅，咁一個就係抹茶味啦、紫薯味啦、Earl Grey 同朱古力味啦。咁其實中間就係有呢個馬薯心喺入邊啦。咁啊，增加佢個口感，同埋佢有啲特別啲嘅口味咁樣咯。咁但係由於我本身係一個西廚底啊，所以我哋都擺咗好多西式嘅口味元素落去做呢個中式嘅月餅。其實我會覺得呢個咖啡文化，如果以台灣同埋韓國咧，其實係快過香港好多嘅，行得香港係越嚟越開始似佢哋嘅發展嘅，因為佢哋係主要係做一啲小店式啦，同埋飲 specialty coffee 為主，即係唔係好多大品牌可以
企得穩，即係冇冇咁多分店啊。相對地，我哋希望可以朝住一個做大品牌，但係亦都可以 provide 到一杯係真係好飲嘅咖啡俾我哋個客人咯。咁喺未來，你有冇話對即係香港嘅咖啡店啊，或者自己嘅品牌有啲咩期望呢？或者希望做到一個點樣嘅高度？我覺得而家咧，其實香港嘅咖啡文化咧係越嚟越好，因為其實近呢，尤其是近呢幾年啦，越嚟越多唔同嘅咖啡小店出咗嚟啦。咁其實越嚟越多人識飲咖啡啦，知道一杯點樣係好飲嘅咖啡啦，亦都越嚟越多唔同嘅咖啡店係有分店，再唔係淨係去飲某某大品牌嘅咖啡店啊咁樣。咁另一樣嘢嘅期望啦，我哋覺得就係越嚟越多人飲咖啡店，或者越嚟越多人投身呢個行業，其實都係百花齊放咁啊，大家多啲機會咯，可以係啊。咁另一樣嘢就係啦，咁作為一個香港品牌啦，咁我哋好希望可以有機會可以衝出香港啦。如果去到大家香港人去到海外度見到一間屬於香港人嘅咖啡品牌嘅話，咁我覺得 proud of 自己係香港人咁樣多啲。好，今日多謝阿 Kit 嘅訪問。多謝曬。一個好嘅品牌咧，有一個好嘅理念咧，都係好緊要嘅。多謝曬。多謝曬。